真的很喜欢，很感谢真的有建国市场这个地方，它解救了我的人生。那是我们的起家厝，人都有一个根，但是它是我们的起家厝。因为老店要搬走了，是吧？大家舍不得。关联着千百个家庭的生活，千几个即个作业的场所，所以代表这代志是非常的重要。四十六年，我四十岁来遮，来遮卖四十年的啦，青春拢卖一个。有菜市啊，我就去买，就过来吃，啊，就开始做啊。这人拢已经做不到，这早起就咧做啊，礼拜拜六我工啊，转来爱搁做工课，啊礼拜就爱来这家卖，啊来这家布置啦。菜市啊人两三点就起来卖。在遮七十八十股，较寒，我较寒嘛是爱来啊，透风落雨嘛是爱来。我真的活一辈子，真的很辛苦。我拢调锅啊，鸡熬啊，鸡互菜市啊。以后多计划，你先定下了后，啊，咱就知影讲咱的命运后壁是要安怎变啊。啊，我家己就死啊，因为我靠这个在生活。刘家啦，刘家啦，刘家啦，刘家啦。笑死你，我笑到。那笑不到，我就。真紧张，真紧张。地瓜。真欢喜，啊，要搁真烦恼。我们要走到新的市场，真的啦，很舍不得啦。想干不干？哦，我烦恼不一样，没那么苦。越来越不舍。我的小孩子生长在建国市场，是的，马桶边的。都在这里。建国市场养大了我们兄弟姐妹，我会跟他说感恩，因为有他让我的人生很丰富。